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我喜欢痴痴的望着你。我觉得你今天有点怪，怪可爱的。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超能力，超级喜欢你。跟你说了多少遍，抱怨没用，抱我，抱我，抱我。不好意思，能跟你问个路吗？路，哪条路啊？通往你心里。我是94年的，我属什么？94，属什么？属于你。我是94年的，对吧？我94年，你多大？聊死了，聊死了，聊死了！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爸没事。我94年，那我属什么东西？不对，我属于你。前面问他年龄，他要回答我了，他已经把。老师立刻奉上第二招。你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，未来的女朋友，女朋友。长得像这样的我。快拍拍他的脸。经纪人看不下去了。他偷偷认真撩妹教学第三招。如果你的前男友和你的现任男友同时掉水里，你会怎么办？不对，我可以当你男朋友。